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啊，有机会的话一定是要多多合作的。感情的事情哪有什么对错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我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，对吧？玫瑰前窗被焚毁殆尽，火灾持续14小时，屹立了850年的古迹。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。